下一章呢，好，这个八正生命论，好，这章不像前面啊，这章比较稍微多一点。皇帝问呢，这个用针呢，他的比这个用针术，好，用针灸，一定有他的法则在，当然有法则了，好，不能乱刺，对不对？结果说法天则地，何以天光？要配合天地阴阳，好，配合日月星辰，好。那皇帝说：“你通通说给我听听看。”好，好，那这个我这一段呢，诸位自己回去看。我这里呢，我告诉你原则，啊，原则。当天地之间，中医的观念是这样子：气实的时候，气血很足的时候，这不是治病的时机。比如说，现在的我们要扎针，肺气很实。病气很实的时候，很强的时候，正气一定是虚的。那你知道肺气很强实，你在泄它，结果实你泄不掉，你会把正气泄掉。所以说我们会找时机，原因在这里面。哦，因为你如果说这个等气衰掉了，气衰下去的时候，正气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去泄。哦，这是我们讲治病的时机。好，下面就举有几个。当比如说，当月满的时候，好，220页第三行下方，第二行好下方，月过满满月的时候，好，血气很实，肌肉坚，好，那这个月空过空的时候，好，月没有满月的时候，肌肉坚，经络虚，胃气去，行独居，所以说天因为天时而调气血，所以原则就出来了，好，天寒地冻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不要下针，哦，因为太冷。这个是好，这个天温没有问题，随时下针。好，天气温的晚的时候下针最好。月生无泄，月满无补。月刚出生的时候，好，它是气刚开始走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泄它，好，要可以用补它。满月的时候，因为气是实的，这个时候你尽用补法，好，不要用补的方法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得时而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真的在治病的时候，白天天气热的时候，温热的时候我们下针；天气冷并不适合下针。啊，晚上的话也要看月亮它走向。那这个是很讲究了，真的是很讲究了哈。那如果是不适合下针的时机，那处方也可以啊，开药也可以，好，开药也可以。那这里提到几个名词，所谓脏虚跟虫实，好，还有乱经。什么叫做脏虚呢？你在太阳月亮刚升的时候，气刚开始动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结果呢你去泄它，这不可以泄，好，气没有饱的时候不可以泄，好，叫做脏虚。所以说如果人身体这个我们把它延伸到怎么样，当你知道这个脏虚的时候，好，你一开始有察现到它有虚症的时候，好，你不要用泻法，好，会让它加倍的虚。好，那月满，当血气很洋溢的时候，你一直在那边补它，好，那会造成淤血会好，那个病气会更盛，实症会更盛。举例，比如说你现在那个便秘，对不对？便秘，啊，便秘的时候它已经很密了，你在那边补它，更密了，好，排不出来，好，这个虫实，好。那月过空的时候，好。这是乱经，好，所以说这个人我们在时间不对的时候下针都不好，好，就会闹成精气会比较乱，好，精气比较乱，原则上就是这样子。针刺的原则是遇到虚症不泄，遇到不实症好不补，实症不补，好，那虚实呢？虚就是没有力，实就是有阳亢的现象，或者是。好，大便不出，小便不出，或者是长东西的，都是实。实症产生的痛都是巨按，好，痛得很痛，那都是实症。隐隐作痛都是虚症。好，所以病人告诉你痛，那我老师我有酸，好，那酸比较多，痛比较少，那虚多实少啊，你就先补后泻吧。好，这就是好更细的这样的区分。主要讲的就是，好，不要乱补，不要乱泻，好，只要确定以后再做。那补错了就是这个结果，好，好，
所以阴阳相错，你如果搞错了嘛，好，这个就该补的时候不补，该泻的时候不泻，好，就会乱经，病气会变动，好，会作乱在里面更深，会停滞 不前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继续下去哈，大家看221页，好，221页，这个这一段呢。221页最后一段讲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天地之间呢，本身，我现在慢慢给诸位这个图的观念哈，到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图，这是九宫图，中宫，天地有夏天，东风、南风，东南风、南风啊，西风啊，西南风啊，西风，西北风啊，北风，东北风。这种天地之风，按照四季春夏秋冬来的风，这是正风，就是正常的，就不会有问题。那你突然是那个春夏交接的时候来吹个西北风跟东北风的不正的风，这个时候人会受病。当你是节气不风向不对的时候，风向改变的时候，就是逆风、暴风啊这种，会产生人身上的生病。这个时候我们当医生的就要注意这种不按照正常来的时候吹的风，一入身体的话，直接就入脏，所以医生呢，要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病会很深，所以说如果说平常你夏天那个天气很热啊，得到就中暑嘛，对，那现在刮台风得到了不一样了，病就会比较深，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去把病给它清出去，这是治病的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可以这是上工很好的医生，这个叫天际的。天地的节气的忌讳，要注意它。那皇帝就说了，看到星辰日月的改变，我懂了，看这个王谷呢，我们如何效法古人的针灸呢？岐伯说，你要效法古人呢，一定要先知针经，我们要先懂针灸。治中医呢，一定要先懂针灸。那我们要知道几个有四个东西。第一个呢，第三行下方那边，太阳白天日的寒温，还有月的盈虚，四时就春夏秋冬四季的浮沉，那互相掺合而调治这四个。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查到病的初微的刚开始变动的地方，这个到结果若神仿佛，就是一点点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查到，这个怎么讲呢？诸位要用个简单的观念去想，寒的时候你得到是寒症，热的时候得到热症，这是常态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开始你就看到了，那这个寒热如果说反过来，就是病会比较重，病的，比如说你现在热症，居然得了热天嘛，天很热，居然得了寒症，或者是天很冷，居然得了热症，这都是不合时节的，跟天这个日的气不一样，这个时候这病都会比较重，那个这个讲的呢，比如说还有月的虚盛，这个月的盈亏，这当讲的是我们一直在《黄帝内经》就是。一直在强调人呢受天地之间所影响，那你真的在治病的时候需不需要去知道这个？倒不需要，不要去想它外面，而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来找你看病，既然是夏天，你总知道今天是夏天嘛，热得要死，对不对？你一进办公室冷气打开来，坐下来病人来了，夏天，对不对？你一摸他这脉是冬天的脉，病态，对不对？冬天的脉，那又是一摸到是这个秋天的脉，我们就说他生病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那不会去真的去知道去忌讳这些东西，冬天的时候，如果这个病人来一摸就是冬天的脉，这是常脉，正常嘛？你一摸怎么夏天的脉那么宏大，就是病态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你要去注意外面的节气。我们能够摸脉看诊，注意到春夏秋冬就已经很够了。真的很够，就已经是四时节气了，就足够了。
你要不要跑出去晚上看看白天看太阳，晚上看月亮啊、哦？月亮看的时候，这个你太太看看月圆嘛哈、哦？嗯，好，没有那么真的做的时候啊、哦，不需要那么细腻。但是基本上我刚刚讲的，你要知道，我常有时候你们以后有机会跟我临床的时候，好、哦，你在我后面看，我一摸，现在是夏天对不对？你看那么热，你看它的脉，这是冬天的脉，你看它的病症啊、哦，就可以知道了。这是我们要去啊、哦，四季要注意的。220这个事业呢，虚邪好和正邪，这个八正之虚邪就是外来的邪气，好正神是本身发的病，从里面发出来的病，好这个虚邪是外来的，好本身呢，如果你用力出汗，好汗这个那个工作劳力出汗以后中风。因为你是在用力做劳力工作，重的是也是很微，好、哦，非常的轻微，好、哦，那上宫呢就去萌芽，一开始，好、哦、发病的时候，下宫就去已成，好、哦，那可是呢，诸位要有个概念，这是皇帝内心的原则，病人不懂啊，病人觉得说，我没有什么钱，一直到他有一点病人，他不要花钱来看，到了受不了他才来看，那你说？你就骂这个病人，你害我做下工，这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不懂嘛。好、哦，那你就要告诉他，以后你一小毛病马上来，很便宜啊。哦，像我们在我还诊所立一个政策，就是一个规矩的，你感冒来，10块钱。哦，平常看个诊，刚还没有开处方呢，要收你一笔钱。可是呢，感冒10块，为什么？我就鼓励他。哦，一感冒就来找我。哦，那有的。没有钱，好，他没有钱，但他知道那个原则，带着小孩子来，我一样帮忙。好，所以我们当医生啊，一定要有这种父母心。好，曾经有一个在念博士那里面，一个大陆中国大陆来的，礼拜六带着小孩子来，感冒，小孩子发烧，他说：“倪大夫，我没有钱，我在念书，在打工，没有钱，所以我小孩子发烧怎么办？你说我治不治？对不对？当然治啊，处方大清的东西下去好了。”对，治病不是说一定要收钱，而是这是病之初，好、哦，那你们要有这种好心，好心，对。那现在这位人呢，他拿了博士，现在工作很好，他到处跟人家说，永远记得我这一个，就救他的一个动作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，我们救人没有想到说你要怎么帮忙我，你开口我就相信你，好。所以说，你说。这个你不能怪病人害你变成下工啊，哦，这不公平哈、哦，不公平，哦，所以说你即使病入你说不要治了，你害我做下工不治也不行啊，哦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只是一个定义而已，好，你们不要那么死板板的，我就要相信书，我要做上工，下那个病发不治，好，不好？这个225页，当然这句话我们可以怎么解释呢？西医就是下工，等到发病了再去治都太慢了。那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，西医不认为你有病，因为查你很好啊。好，那我们过去有发生这种案例，那个心脏痛啊，有在太空中心两个工程师，一个39岁，一个41岁，这两个就是博士哦，那个高科技的物理博士，在太空中心研发与太空物理的，这他们有3个人很好，这第3个人是有来找我，吓死了来找我，因为这两个都死掉了，同差来回不到一个月都死掉了。这个39岁，这个有一天呢，早上觉得心脏很痛，很闷痛，就跑到医院里面去跟医生说：“我相信我有心脏病。”医生看看他，这是神经病的。他说：“抓你既然说了，我就帮你检查吧，反正赚钱嘛。”就什么是查了 EKG 啊，还是什么那个 stress test， 什么弄了半天，你心脏很好，回家。然后他就开车回家。到当天晚上呢，痛加强，而且痛是持续的痛。这时候再开车回到急诊室，他跟我说：“我真的有心脏痛。”因为美国哈，你打个电话叫个救护车1500块，就怕你乱叫，好，你没事那边叫个救护车，台湾没有对不对？你这边美国打叫1500块，啊，他自己就开车去，然后医生都看他脸色都变了，赶快把他放在那个 EKG 上面台子上面转啊那边测，啊，先生你的确发心脏病了，那个病人躺在那个上面 EKG 上，我告诉什么就告诉你了，我心脏痛吗？死掉断气，当场在医生面前断气，这个死掉了。
一个月不到一个月，另外他这三个是非常好的朋友，这个也是一样发生同样的事情也死掉，这个吓得跑来找我，不再不敢去医院了。他们的下功下到什么程度，连发病的时候还看不到，一定要等到真正的快到生死那个抉择的时候才看到，那就死掉了。好，所以中医急诊应该我们去，为什么？即使你在发病的时候，我们先帮你下这样痛去掉，你再去照嘛，啊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需不需要照那个？不需要，那个机器没有用。好，那225页，皇帝问呢、啊，我听这个许多补泻的方法，但是都不了解它的真正的补泻的定义、精义是什么。好，岐伯就说了，好，泻必用方，方者以气方盛也。好，就放着当那个时机气很盛的时候，我们来泻。好，以月亮来说的是正在满月的时候，以月日来说的时候正温的时候，以肾来说的时候，当病人身体静下来不动、气定神闲的时候，这个时间我们呢用习方息而内针，病人呢开始吸气下针。好，下针，因为你在吸气的时候气在往冲冲冲大，对不对？你针下去，好，这个等到吸气的时候，对方在同样是吸气的时候再去捻针，所谓转针就是在做泻的手法。好，那等到他在吐气的时候针再出来，所谓泻我们要泻他的气嘛，所以说他在吸气的时候你针下去正在泻气啊，因为他吸气是这样 膨胀了，就那个砸个洞气不往外走，我们就希望他泻气嘛。好，所以吸的时候进针，吸的时候捻针，吐气的时候气是往外散，这个时候你把针顺着吐气拔出来，让气出来更多，这就是我们一个针刺的手法能够泻到最强的程度了。好，你不要挖个洞，老师很好，我打个洞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有些加强的，比如说苍龙摆尾，对不对？你把针孔摇大，慢慢慢慢出来，还有摇方啊出来哈，都可以摇大针孔，这种都是强泻的手法。好，好，所以你看黄连连是不是要懂针灸？啊，你们如果前面没学过针灸，这个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好，所以泻必用方，一定要等到时机。好，气其气而行之，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泻啊？所以最简单的辨证，我们知道实证，我们才去泻。所以所有的痛、剧痛、强烈的痛，通通是实证。好，那补呢？必用圆，圆者行啊，就是行气，行者要移动啊。那刺它呢，必中其荣。这个时候，本来我们的荣是指血哈，你不要我们要补它的时候，你就专门砸了血管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是砸在血脉旁边下深，好，血在比较深的地方，针要下的比较深。好，那吸气的时候进针，好，故圆以方非针也，好，故养神者必自行受。好，那我们平常这个我们砸针的时候哈，是这样子，过去我们没有针管，好，就一根针拿在手上面，我们做补的时候很好玩哦，皮肤拉起来，这皮拉起来，然后针先进皮层，砰砸进去，因为你拉起来的话，那个气被你捏到嘛，砰先砸进皮层，那病人吐气的时候再推针进去，皮一定先拉起来再砸。当然有的地方不好拉，好，但是我们还是去拉皮这样砸进去，那个比较痛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没有针管，一拍进去，你针管这拉起来，针管再拍你就不好拍了，所以我们针管我们就不用这种手法了，好，不用这种手法。但是补和泻的手法正好是相反。泻呢，吸气的时候进针，吐气的时候出针。补呢，吐气的时候，因为气正在往外散，吐气的时候你砸针进去，是不是气不会跑出来？反正正在吐气嘛。然后吸气的时候来做插题。好，那等到那个做完补的手法以后呢，等到我们的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针吸了。因为吸气的时候气一直往身体里面走，这时候你把针拔出来，好，门针把针马上按住它。好，泻的时候就让它针拔出来以后，等个几秒钟再去按针孔。好。好，226页，好，皇帝呢了解啦，他就是说形与神，这问的是形和神，何谓形，何谓神？好，岐伯曰，好，这个目敏敏问其所病，所知于今，好，然后慧然在前，按之不得，不知其形，故曰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形神，将来我会用到非常多。好，形神，好，形神，这个形和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看病，
你如果说根本不问病人什么，望也不看病人的脸色已经黑了，好，你还在那边，我不要看你，摸你的脉，好，就是只有形没有神。我们神一定要色脉同诊，看好一定要看，你至少要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的医生就说啊，我摸脉就好了，这都不对，这只有形没有神。这讲就这里讲的呢，就这意思哈，眼睛一定要看病人。好，那何为神呢？好，岐伯就。这个神乎神而不闻，好，目明心开而自先，慧然独悟。就是当你用神在看病的时候，就让你专注。专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太太叫你死不了吃饭了，你一样什么都听不到，好，专心的摸脉。哦，你如果一叫你就分神了，等一下你就神已经失掉了。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先跟太太讲清楚，如果太太在诊所，最好是不要在诊所里。好，但你相信我，太太最好不要在诊所里。好，这个。那一定要专神，好，这是用神。我在还会，我们后面还会讲形和神，我会把它分析得很透彻啊、哦，让你们学到这个形神，好，那一定能够掌握到它的重心。你不会，我也要把你教会。好，老师，这个很难吗？都这个看一看不到，摸一摸不到。中医本来就是哲学嘛，哲学是形而上的东西，好、哦，形而上的东西。那在形而上的东西，不是说仪器可以看到的，好，所以你要去。要让大家能够体悟的时候比较难一点。好，那我找了很多好方法让诸位了解。好，那三步九侯之源，好，九针之药不必存也。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到治病的神，就是你能很专注的听病人讲话，问诊，知道抓重点。你不会说，你看啊，有些医生啊，你那个你摸脉啊，你看，然后看了病人告诉你。这情形以后，你怎么不会说，你兄弟姐妹几个？都你那个问题是鸡同鸭讲啊，对不对？都病人来找你看病，你问我兄弟姐妹几个，你就可以知道医生有没有神。好，那我们在看病的好医生呢，摸脉问他病人跟你陈述的时候，你两三句话，就病就结束了，就用神，很简单。哦，我们看医生问病人问的问题越少，这个医生越高明。好，那问的问题的词不达意，好，这个风马牛不相干，这都是不好的医生。好，这里讲的就是这个。好，